吴志远没把握住，又是一个快攻的机会，张伯胜直接上篮，被郑仁伟一巴掌给响出去。吼！很干净的一次的火锅，不过张伯胜这球可以打得更加聪明一点，就是如果对方已经跳起来要做火锅封堵的时候，你可以快速把球转移给自己的队友。对，你是残雕啊，但是天上归我管。刘伟生的出手没有，张伯胜跳得高，郑浩旋再回，哦，中间是一个漏洞。要打点的是徐志强，不好起身了，被对方给拨掉，而且已经收球了。你收球之后，人家再去打的时候，对方又来包夹，这时候你要快速把球给转移出去才对。除非你有非常好的脚步动作，不然不容易。这三秒钟，许志强外线出手没进，球再被杨继敏拨出界外，韩英也抢得很凶。对。差的分数啊，也不多，不是两分啊，就是平手，所以每一个球。